Hello，各位，现在是晚上8点了，我骑到了浅水湾，看，对，我从回程，我现在骑到了浅水湾，那因为哇有点累，哦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我听到海的声音，有没有？这里就是浅水湾。可是因为太暗了，哦，太暗了，不要下去，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你让太暗下去了，我怕会出什么事情。对，其实4点多就到了，3、4点就到了。对对对。哇！我现在在想说，在这边洗个澡，洗个头，干好热哦，全身都妈都好热，好悲。哎呀，热死了，干！哦，这个是他们那个什么，芝兰社区的公园公厕南侧，对对对，对。然后它旁边有餐厅的，旁边有餐厅，对，嗯，那边旁边有餐厅。餐厅，然后它旁边哦有一个还算蛮漂亮的，那个三只香哦，这个叫什么？后厝市民活动中心哦，我个人觉得蛮漂亮的。你看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晚上在那边？对对对，晚上还蛮漂亮的。那么在我后面这个地方。它是一个白色的建筑物，我带各位去看一下白色的建筑物。哦，靠！我现在有点想要洗个澡，学王伯任，效法王伯任洗个澡。啊！哇！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后厝市民啊，后厝。后厝市民活动中心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他们里面在上课。然后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走下去就是浅水湾了，走下去就浅水湾了。嗯，后厝市民，啊，但我已经没有力了，我想说去洗个澡，洗个头。哇，干他妈好累哦，靠北的干。想要睡觉，因为这里好像其实蛮适合扎营的，啊，蛮适合扎营。干，我幸亏我带那个什么保特瓶，哦，我带那个保特瓶来，对吧？我看保特瓶的好处就是哦，我第一次环岛的时候，我就用着保特瓶，然后去刷牙洗脸。对对对，而且那时候暑假都没有人，干好爽哦，我自己一个人哦，在这边洗澡都没人管。哇！我想说洗一下好了，靠北。哇！不然好累啊。哇！他妈的累死了。哇！哇！干好累。看，全身都腿软。哦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我跟各位讲哦，保特瓶的妙用就在这个时候。哦，我跟各位讲，保特瓶的妙用。哦，保特哦。国民党，董志生，国民党，哇，好累，没有。
实我是可以洗澡，感觉是很凉。你旁边有人，各位看到没？就这样冲头，冲头，很特别，可以洗澡冲头。哇，感好舒服啊！感觉想洗衣服的舒服。也太累了，哇，感觉好累，哇，靠，拖了嘛，不管了，累死了。瘦很多了，哇！比之前瘦多了，我干脆洗个澡算了。哇！然后感觉有点想效法王伯仁在这边扎营，干靠呗，睡个觉。你们哦，骑单车环岛的时候，随身携带一个宝特瓶，可以妙用无穷。因为中南部有些地区哦，完全就是它有很大很好的厕所，这个厕所好大，然后大到就是你无法想象，而且可以洗澡，完全都不会有劲。对啊，好了，喂，我要休在这里，在泉水湾这边休息了。